在余光三点钟方向，你点着嘴写我沙发上，狂风暴雨世界大战恐怕要上场，只好变身温柔汉。清晨时不需要温暖，动作都放慢，身段柔软自己都不算，你的脸色忽明忽暗不算太好看，别过头不帅，我软趴趴的被撞。看到你这么难过，为什么我会觉得是我害你的呢？我真的做错了吗？我不该叫孙正良跟你分手吗？难道是我伤害了你吗？经理啊，我是瑞克，可以麻烦你现在到公司来一趟。我知道现在是早上六点，可是你一定要来。婉婷她昨天晚上想要自杀了。
婉婷怎么样？他没事啊，只是睡得比较不安稳。你照顾他吧，婉婷。 瑞克打电话给我了，瑞克，他说你昨天晚上喝醉了，所以让你来公司休息，叫我过来照顾你。所以你照顾我一整晚，哲良，我们不要分手好不好？ 我会更努力的，我会努力做到，让你的爸妈认同我们，让他们嫁接我们的婚事。我求求你，我们不要分手好不好？我真的好爱你，我们不要分手好不好？不要分手好不好？ 分手，说好吧。我会祝福你，塞外的世界有一片未来。你只能擦破啊，可爱的擦破啊。哎，爸。哎，姐姐。 就你一个人在五点啊？对啊。哦，你大姐昨天晚上没回来，跑哪儿去？你知道吧？大姐刚打电话给我，她说她人已经在公司，她直接去上班了啦。夜不归宿，太不像话了。你以后千万别选她。好了，爸，知道了。来，这给你。这什么？ 水饺啊，虽然你们店里面有供应餐点，但是也不能天天吃火锅啊，这火锅吃多了火气大，便秘。好，吃点水饺。好，谢谢爸。哎，你在这干什么？哇，我在把这些食材分类啊。干嘛要分类？这些是超过两天的食材，因为金妈说啊，客人一定要吃新鲜的食材，超过两天就不能来给客人吃了。 哦，那这个是超过两天的食材，该不会丢掉了吧？没有，金妈妈才没那么浪费呢。她说这些食材啊，虽然已经超过两天，但是还是很新鲜的啊。她叫我把这些啊拿去分给一些穷苦的人吃。哎呦，没想到韩英做生意那么有良心，而且还一直在默默做善事啊。爸，你也觉得金妈很有爱心哦。 对啊，他真的一直为善不欲人知哎。低收入户者证明者免费吃火锅，干嘛这要贴出来了？对啊，金妈说啊，把这贴在门口，这样就可以让那些低收入户的人免费来吃火锅啦。
太伟大了！真没想到韩嫣是这么一个乐善好施的人。他这么做简直就跟我们的家训不谋而合。啊！我们的家训是什么？你看看，给你讲过多少次你都忘了。150年前，我们皇家的祖训。 就是出强扶弱，打抱不平，见义勇为，出抱安良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总之就是积善人家，懂不懂？太伟大了，赵海燕，你真是太伟大了，让我刮目相看。 我跟你说，不止这样，金妈妈她竟然还收养了6个非洲的小孩，哎，她让这些小孩都能够去学校念书，我真的好佩服她，她真的好有爱心哦。太伟大了！十三姨啊。 哎，今天有空教我台语吗？有，哼，我这个哈，一两哦，以前的茶都给你泡好了。有，谢谢你。那我也没白占你便宜啊。哦，那再给你吃。啊，这一下。你看，哦，超贵哦。嗯。 你还在杯杯啦？你不是说我们家那个巷口有一家卖那个茶花粿很好吃，你一直都买不到吗？那我今天经过看有人在里面买，哦，排了好长队，然后我就买了。<笑>你特地去买茶花粿给我吃？哎，不是特地啊，顺便啦。<笑>快点吃，老板娘说这个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对。哎，坐坐坐。 好香呢！多吃点，好。我想吃，他就帮我买回来。他真的有那么喜欢我吗？来，茶会配茶。谢谢。多吃一点，吃不完还可以冻到冰箱。啊，好吃呢。嗯。嗯。十三姨啊。 阿壮，你觉得我找一个第二春怎么样？你怎么了？我你说啊，你要找第二春呢？对呀，虽然我年纪大了，可是我觉得。 我人老，但是我心不老啊！再说我三个女儿也就大了，他们以后一个一个都把嫁人了，那最后只剩下我一个孤单老人，我是觉得太孤单也挺可怜的啊。啊，说的也是啦，啊，只是这个第二春哦，没让你后催呢。哎，其实啊，这个。 人选啊，已经在我心里了。太有人心了，刚刚习惯。只是我跟他认识的不太久，而且啊，那我们的相处以来啊，一直都不是很好。 但是呢，我女儿啊，跟她儿子相处的倒是挺好的，而且啊，我们的距离啊，真的很近，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得到她，只剩下一个灯，更快亮。可是呢。 我一直觉得我们彼此了解的不够深，啊，
最主要是因为他平常生活里面是跟我讲台语，那我觉得在这个沟通上会有很大的困难。。三爷，你怎么啦？没事。阿红，是咪到你为着嫁伊我，今日有这么多烦恼的代志？是咪到你竟然把我当作你的第二春？三爷。没事没事，真的没事。没事，没事就好。是这样的哈。好热啦。啊，那个，既然说哈，你现在打算要找第二春呐，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做？我觉得我跟他之间啊有很大的这个障碍，那这个障碍呢，如果我要我想问问你认为该怎么办？问我？哎，我是这样想的哈，既然讲两个吼，啊都不是那么年轻啊，那就是，要慢慢来嘛。嗯。但是呢，还是要有那种可以互相了解的那种过程。嗯嗯。不要太快。嗯嗯嗯嗯。但是吼，也不能太慢哦。嗯嗯嗯。就是，哎呀。好，你这样讲，我就知道了。那来，我们可以上课了。好，好热，这样子。既然呢，吼，我们是要那个慢慢来的话，那我今天就教你一句台语，叫做“食紧”。龙盘，那你说一遍。食紧，龙盘碗。好可爱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来，我们再来讲一次，来。食紧，龙盘碗。你讲起来好好听哦。食紧，龙盘。哎呦，你一直讲，哎呦，哦，受不了，好好听哦。我会祝福你，塞外的世界有一片蔚蓝。你只有杂波啊，可爱的杂波啊。怎么下午才来上班啊？对，我是因为谁才没有办法早上来上班的？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是因为酒店小姐。哎，王小弟啊，你是失忆啦？啊，昨天晚上你在 pub 喝醉，是我把你扛回办公室的。我知道，后来你还打电话。给正良，让他来照顾我一整晚，不是吗？正良照顾你一整晚，哦，不然还有谁？你哦。嚯，你这女的，怎么每次喝醉都失忆啊？哎，
可是我跟你说，昨天正良他好温柔，照顾我一整个晚上哎。我就知道他还是放心不下我的。哼，好温柔，听你口气，你们和好了。之前你自己还说你自己会多干脆，啊，结果失恋了还跑到 pub 去喝酒，搞得要死要活的。哎，这种丢脸的事可不可以就不要再讲了？丢脸？你也会觉得丢脸哦？我告诉你更丢脸的事哦，你昨天在 pub 喝醉了哦，然后自己跑到路上去给车撞哦，然后昏倒了，害我被骂，我的脸才让你丢了嘞。啊，没有这样哦。不可能啊，一定是你记错了。没有。啊，算我没说啊。那个，我还是要谢谢你啦，把我从 pub 带回公司。你要是把我送回家的话，被我爸看到，我爸一定很生气的。谢谢。这没什么啦。啊，对了，我跟客户约在外头见面，你有事的话打手机给我啊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，我要跟你说谢谢。谢谢你昨天晚上打电话给正良，让他过来照顾我一整晚，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复合的。谢谢。哎，要出去啊？嗯，我走了啊。小心点啊。好。知道，我跟婉婷已经，我知道啊，这就是你要的结果。对呀，哥们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要我跟他分手的也是你，要我跟他复合的又是你。因为只有让你们暂时复合，婉婷才不会继续伤心。要你跟婉婷提分手的下场是她要闹自杀。事情闹大了，受伤害的还是艾琳跟婉婷。可是呢，让你们继续维持现状，哎，又太便宜你了。所以我就一直在想，一直想，连今天早上我补眠的时候都还在想，怎么样才可以让婉婷离开你，而又不会伤心？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你是不是喜欢婉婷啊？我只是看不惯有人做这种不道德的事情，然后硬要说自己是真心的啊，说自己没有错，是吗？没错，就是这样。那好，那得要麻烦你多费费神，想一个婉婷既可以分开又不会伤心的方法了啊。我会的，没问题。爸，我昨天来过了，你都讲过了啦。我早讲过了，不要紧啦，我加听一下要紧哟。欢迎光临。啊，洪哥哥，你好。哎，贾辉哥哟。哦，不是不是，我是来找你的。催我？你跟我讲的那个一起去旅游的事啊，我考虑过了。觉得啊，我就他妈的，give me your time， 我心里准备。洪哥哥，请讲。哦，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出国玩，试试看。
啊，对。都找到你，我就是给青菜姐姐啦。哦，哎，这是什么？窝头。窝头？今天来不是被我的讲。哦，哎，我们家有吃这个吗？老店的亲家要吃的啦。时阵你知无？伊竟然甲我讲什么？伊最爱食这种物件，啊，唔知要倒去买啦。结果妈妈今仔日哦，很不小心哎，我就不小心讲看到路边有人在卖车啦，我就安尼啊，上山就顺便走过去就买了。是讲哦，你麻烦我别烦心啦，不好，怕是那个小钱。我哪可能白白给伊吃对不？他是谁呀？啊，不是我介意的人吗？妈，你解释那么多干嘛？我什么都没有说哎。啊，你用心也白用的啦。啊，你是在看啥？哦，我最近想要自己设计一套软体啊，所以我先做功课，研究一下其他的攻略。设计哦，啊，这个没赚钱。哎，你哦，是爱娶某生囝呢，爱饲一个家呢，还是爱做侪钱呢？这当然可以赚钱呐、啊！我觉得游戏哦，只要设计的好，这块市场是很大的。妈，我很有信心啊。你放心，我们都长大了，知道自己在干嘛。好了。你啊，妈妈问你哈，这个妈妈食到这个岁数啊，啊，若是搁谈恋爱哦，啊，敢会足奇怪？妈，你还想要梅开四度？啊，是囡仔，你是有袂讲啥？我是讲，若是就国语，你听不懂国语，就是假如举例比喻来说。哎呦，妈妈那可以要结婚啦！啊啦，啊我搁姐姐的爸爸干啦，啊搁姐姐弟弟哦咧抱你妈咧三八咧。而且妈妈这个岁数，我搁穿个新娘衫，搁袂看起，对不？啊人啊来结婚哦，要度蜜月，度蜜月都要坐飞机出去到国外，还是足累呢。妈妈不可能跟伊结婚啦！我是讲，若是假如如果若是安尼，啊，你感觉安怎？哇塞！妈，你都想很清楚了，干嘛要问我？哎呦，好啦，妈，其实哦，我们都觉得你只要找一个好男人陪你一起生活，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啊，我很赞成呢。嘉欣，啊，这样就好就好啦。好了，妈，我跟人家约了要讨论游戏的事情，我先走了。进去，哈。啊，小青呢？哈，啊，早点回来哦。好。阿辉宏，你讲伊若看到这个老嘴喏。今仔日咱来买回家，伊哩足感动的。我会祝福你，塞外的世界有一片蔚蓝。你只能擦不完，可爱的擦不完。孩子家学的喝什么酒啊？酒是穿肠毒药，你不知道吗？爸，我以后不敢了啦。你为什么喝那么多酒？心情不好？没有啦，就跟正良吵架，我们很快就和好的。年纪也不小了，
你别一天到晚的学人家跟男朋友在那边吵架，你知道这感情啊是越吵越薄，越吵越薄，吵到最后就没有了。你要学的如何去体谅，去包容，这样感情才能长久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晚上瑞克陪着你，要不然爸怎么睡得着觉？这女孩子呀，随便在外面过一夜，万一出了事怎么办？以后做什么事啊，要三思而后行，不要逞一时之快。啊，爸，这些我都知道，你不要再担心我了啦。你们三姐妹啊，从小拉不到大，只要爸有一口气在啊，爸就不会安心。爸，你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吗？儿孙自有儿孙福。你看你，你紧张这么多，烦恼这么多，结果嘞，小雷最后不是还嫁给十三姨的后代吗？所以啊，你就轻松过生活，清新一点过生活比较自在嘛。决定过几天啊，跟那个金汤年轻妈妈还有小齐啊，去马尔蒂夫玩几天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很好啊，爸，你已经很久没有出国嘞，趁这个机会呢，好好出去走一走，而且有这么多人陪你，我举双手赞成。真的？嗯。爸，我那头还是很痛。你自己吃好吧，我先房间休息了。不吃饭怎么行啊？我都快吐了。好，那你去休息去。嗯。吃点头痛药啊。好。嗯。阿龙。嗯。喂，十三姨。哎，十三姨，什么事？这个给你啦。这是什么？哎呦，窝窝头啊！你怎么知道我一天到晚就想可以吃到这个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只是看到顺便买回来啦。哎呦，真的太谢谢你了，谢谢你。不知道。会怎么感谢我？干嘛叫你去叫？咁紧张变呢？其实哈，哎，没有多少钱呐。那这样，拿一百好了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收了，真的不用，真的不用了。好吧，那不如这样的好了，下次我请你吃饭啊，顺便谢谢你教我讲台语。啊，好吧。弄好了。哎，坐嘛，请。谢谢啦。哎，吃过饭没？哦，吃过了。哎，哦，对了，有个问题想问你啊，那个你知不知道从这儿飞到那个马尔蒂夫大概要多久时间？马尔蒂夫？哎，哦，我也不知道呢，因为我没去过。啊，你要去哦？啊，对呀，啊，那个我准备去那边玩几天。阿姨，今嘛是。恭维那怪怪。对，跟韩爷一块去马尔蒂夫的事儿，还是不要让蚂蚁知道，怪不好意思的。就那个啊，我准备去那边玩几天啊，我想问问你的意见。问我意见？
啊，你意思就是……嗯，对啊，哎，对对对，你看，你看这马尔蒂夫的这个旅游行程啊，它这个上面有，你看啊，有这个甜蜜水上屋、烛光晚餐、出海看日出、看日落。挺浪漫的啊！我够鸡鬼鸡怪，啊，要叫人出国去佚佗，啊，直接讲就好了嘛。哎呀，还有啊，你看这个还有出海钓鱼玩风帆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选择哪一个？钓鱼好了啦，风帆比较危险。人家会怕。嗯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有道理。哎，危险啊，出国玩，万一有什么事儿。哎，还有，你看这个搭水上飞机空中拍照，你看，哎，这挺有意思的。嗯。啊，你看那高高的，然后咔嚓咔嚓一张，多好啊。我也觉得不错，你可以试试看呐。好啊，这个，看你看你看这个。无人岛烛光晚餐，哎呦，这个到那个无人岛上两个人吃饭会不会太危险了？那也啦，都已经没有人了，怎么会危险？我觉得说那个无人岛很好啊，两个人哦可以单独相处，增加互相了解的机会。对对对对对，哎，那就选择这个无人岛晚餐啊，还有空中拍照，好啊。不错，不错，哎，哦，还有，等一下啦，我们楼下有电话，我先去接一下，我等一下再上来。哎，不用了。你忙你的。时间呢？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我留一下电话嘞。嘿，来来，你说，嘿。哦，是，好。欢迎光临。哎，姐，我坐机哦，坐机去大家，你倒一杯凉茶嘛。哦。哦，你去 shopping 哈？对啊，人我要出工啊，好啊，准备者，谢。你嘛要出国佚佗哦？我会祝福你，塞外的世界有一片蔚蓝。你只能擦不完，可爱擦不完。哦，你去 shopping 哈？对啊，人我要出工啊。准备者，谢。你嘛要出国佚佗哦？你意思，你也要出国？啊，阮就办迄员工旅游啊，啊，就舒淇啊，吼，汤尼啊，啊，你要去倒？啊，就去迄落啊。妈，啊，这小囡仔唔对呢，你刚才看者。好，等一下，
我说你去无用啦，是安怎啦？这我算过啊，无点答啦，我算三四届啊，你知无？我是你的饭呢，我看。啊，无我剩一半。嗯，真是。应该有对啊。好了，你去买咯。哎呦，阿姨呀，好辣哦！啊，这细领你也清理哦？啊，会威啊！看我身材真好，我咧，我一届哦，要安尼好我垫一下。啊，若无我普通时开遐侪钱咧保养身体咧保养假咧无彩钱讲，但你讲吼这个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啦，尤其是吼，迄个时阵，两人的世界在那无人的沙滩，浪漫的海岛，拢无人，喊救人嘛无人知。所以讲你嘛要去观光所在哦，啊，甲查甫啦。我甲伊讲，我冇传单，我今天啊，来，那你也给来妈妈。我要剩下，好啦，你给你省力。等下是要好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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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娘喂，那你今天是什么花哥啊？你看你这袋子，那一条袂输敢那鞋带嘞，啊这布袂输敢那无嘞，你这是咧看目睭用的哦。哎呦，我无惊啦，我平常时啊身材是有保养啊，安怎有性感无？有无？这个性感不性感不重要，起码吼，人家流行的是要有够肉，有够肉，嗯，要肉我也有的肉啊，哦、真的来夹，哦，好啊，你不怕我，好 ，Let's go， go go go，, go. 好嘞好嘞好嘞，嘿 ，go go go， 好嘞好嘞好嘞，哈哈哈哈哈，办啦，我跟你讲，我嘛跟你同款哦，你嘞在无人的沙滩哦。人世界，无人的海岛。啊，你意思是讲你迄个员工旅游吼，我们来了汤尼甲舒淇，啊，够查甫甲你做一起哦，啊够。哎妈，我真正唔对啦，讲生三四摆甲骗。金汤尼实在有够鲁呢，你坐坐坐坐，我带包见啦，来甲你无用啦。算你不有摆啊。我先来等，我先来等啊。刘登啊，哎，你会记得哦，哎，别去啊，都爱够。太阳眼镜，黄赛如，遮阳帽，还有，哎呦，可爱的游泳裤，洗面乳，还有这个冷冻馒头啊！我知道说哦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国外哦，一定没有馒头。啊，你再去哦，那不讲馒头，你怎么会习惯？所以哦，出国嘛，我就帮你准备啦。哇，十三爷，你真对我太好了。没跟你讲了，阿你让你拍死呢。然后难得出国哦，这个当然哦，要好好准备一下。哎呀，这十三爷。其实你不要准备这些东西啊，那个韩燕都帮我准备了。哎呦，拜托哎，他准备来有我准备来的好。哎，你刚刚说他准备？哎，对呀，哎呀，不瞒你说啊，汤尼、小琪还有韩燕他们一起要员工旅游，那韩燕跟我讲说啊，这个食宿机票都免费啊，那这些东西他就帮我准备好了。你上次说啊，有找老伴儿这种机会啊，那就不妨去试试看，所以他约我去马尔蒂夫，那我就答应了。你怎么了？上次的，慢慢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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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第二春，慢慢讲，别噎的啊！这次的，出国乞头，讲，讲的都怎么了？我是觉得啊，别急啊，我是觉得刚好利用这个机会啊，大家去交往交往嘛，啊，
就是所谓的以结婚为前提，然后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，还是不对？你没有错。不是我的错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十三姨，奇怪了，希望东西啊，没改去，没改去，没看到老公没有？我吵架都闹鬼，要不然我就死。去啊，啊，你去啊！去你妈几屋啊！第二春呢？啊，你结婚前你要数数看，数嘛数啊，我数到你叽叽叫啦，数！气死我！你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？我会祝福你，塞外的世界有一片唯一。